一个你熟悉的人突然对你发起攻击，春花姑娘今天的衣裳好精致啊，一看就是在裁缝店裁锦拼凑的。你懂什么？这个可是为了小白跟我的约会特意做的，这一针一线里都代表了我对小白真挚的感情。你把心意穿在自己身上，小白他……季凌风，你闭嘴。 让你多嘴吧，小白都护着我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给小白熬的参汤啊，小白每天练功这么辛苦，一定要多喝一些才行。此宴为秦兄而设，还是让秦兄多吃吧。这么好的美食怎么能让我一人独享呢？来，一起，一起啊！多谢春花姑娘。春花姑娘。 一个你熟悉的人突然对你发起攻击，他的眼神、四肢状态就是这样。小白，你终于开窍了！哇，好疼啊！原谅我的莽撞之举，坐。 那我就借这杯薄酒，恭请秦兄的到来。也多谢春花姑娘的盛装赴宴。别客气。春花姑娘，这是我们家乡的特产，你一定要尝一尝，看看合不合你的口味。那我就不客气啦。以一条鱼为饵，喜食于饵者。 家中许是贫寒，喜食于富者，家中许是老妖；而喜食于塞者，家中必定家财万贯。秦公子好手艺啊！嗯，姑娘谬赞。吃鱼啊，最好吃的地方。 就在于肚子上。渔父又是何意？渔父风雨，穷人家的孩子爱吃。莫非春花姑娘是家道中落？这鱼有点辣呀，不过我喜欢。南甜、北咸、东辣、西酸，根据它的口味，便能知道它的家乡所在位置。是辣，还真是桑田村的。 入口细腻，甜而不腻，太好吃了吧！来，少庄主，喝一杯，干！江湖传闻，医圣找到长生果。 却离奇被害，长生果也不知下落。根据病例，春花姑娘死而复生，我猜或许是她吃了长生果，可她现在完全失忆，连自己是谁都一无所知。依我看来，她倒不像是心思缜密之人。所以我也命人封锁消息。我们的萧少庄主起了恻隐之心，这才将春花姑娘留在身边啊。不轨之徒杀她易如反掌，我怎能留她在外漂泊？